慈禧凭母以子贵成为皇太后后，天下只有两个女人在她面前不需要站着，一位是比她辈分高的母亲，一位是比她地位高的慈安太后。慈禧位于两人合过影，所以在慈禧照片中的女人除了她都是站着的。同样，当溥仪继承大统后，不论是比她辈分高的皇族女眷，还是几朝老臣，当与她合影时都是站着。1910年。 5岁的溥仪在建福宫花园与众多皇族女眷合影，这其中不乏他的长辈，但在他面前依然要站立着。